就是安慰他，然后接下来的时间都会尽量有空的话就会陪陪他，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短时间要让新龙哥走出伤痛，我觉得是就是大家都陪在他身边啦，就尽快的帮助他这样子，对，给他点力量。跟刘老师以前一直都是很好的，以前也有很多的短剧的演出啊。那刘老师一直也都是一个很可爱，然后个性活泼，对我们身边的工作同仁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刘真老师。那他跟新龙哥结婚，然后他们的互动也都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的。但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把刘老师的好摆在心中，然后跟新龙哥就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会记得刘老师的好。我觉得现在伤痛是难免的，那不管新龙哥说什么，我们都会就是以正面的态度来对待他，这样也会帮助他，也会陪伴他。那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应该要做的事情。谢谢。老剧里面擅长于表演的人很多，但是刘真特别不一样。他不但是好吗？不好意思，这个才华洋溢，而且他长得很漂亮，他的舞姿啊特别的曼妙，所以每次上我的节目，或者上任何我们演艺圈的节目，包括观众印象都非常深刻，很喜欢他的突然辞世啊，是我们
可以说华人这个艺能界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表演的人很多，但是刘真特别不一样。不好意思，我们先让帅哥致意好吗？不好意思。这个才华洋溢，而且他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的脸蛋，他的舞姿啊特别的曼妙，所以每次上我的节目，或者上任何我们演艺圈的节目，包括观众，印象都非常深刻，很喜欢他。而且也很爱慕他，所以刘真他的突然辞世啊，是我们可以说华人这个艺能界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虽然觉得很突然啊，很难接受，但是我们他的倩影会永远留在我们演艺圈。这个观众的心目中啊，我们会永远的怀念他。我们也希望这个兴隆他们这一对模范夫妻，接下来往后的人生啊，这个兴隆一个人还要负担孩子啊，跟这个养育的责任，还有思念这个刘真的那种心酸，我们都会陪他一起度过。希望兴隆要坚强。谢谢两位。好走啊，好好照顾兴隆跟他的女儿。我相信，我跟兴隆讲说，我相信刘真希望兴隆要活得更好、更快乐，他才会安心的走。谢谢大家，谢谢。曾总，他们透露说还有没有什么告别的仪式？有邀请？我不清楚哎，我没有办法代为回答，请问他们好不好？谢谢。过去跟刘真有过什么样的交集？很多次场合碰面，她都是很开心的女孩，跟我聊天讲话。那我认识兴隆是更久，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来看一看，祝福他们。那刚刚有跟兴隆聊到话，我就说
刘真应该希望你要更坚强更好，他要看到你快快乐乐。那孙总有没有想说可以给金融在不管心灵还是实质上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跟他？赶快振作起来，大家需要他。对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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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